我觉得脚踏车会让我觉得比较能回到小时候。对，以前就是我外婆骑着单车，然后我坐外婆后面，还有就自己上学也骑单车。领导者跟追随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现在就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都是一个小小的领导。用领导者自己的领导的身份来托起一个整个这个最大的盘，这才是最后的最强。